大家好，下面由我介绍太极推手对练套路。这个套路是由亚武联审定的，这个套路呢有14组。下面呢我把整个的完整套路给大家演练一遍。
那么第一组呢是起势，起势呢就是双方的起势，一个捧势还有暗示啊。第一组很简单。那么第二组呢就是我们合步四正手啊，第三组呢就是合步单推手，然后是双推手啊。那么我们先把前面的几组先练习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介绍后面。第一组开始，甲乙双方站立啊，甲乙双方站立，站立的相距的距离以双方握拳前平举，双方握拳前平举，全面接触为准啊，这样全面接触为准。做的时候甲乙同侧开脚啊，比如说甲提右脚乙提左脚向同侧开步，起手的时候两手前平举啊，举膝下按，抱在胸前，摆脚，身体重心前移啊，然后搭手。好，那么做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几个问题啊。那么起势的时候啊，起势的时候两手啊向前啊平举，那么按的时候按到腹前，然后抱到胸前，转的过程当中你看先向左转，重心移过来，然后再上步啊。这个地方呢站的时候呢就是两个人要对齐啊，要对齐了啊，那开步呢像同侧的搭手以后，这个第一个就称为起势动作啊。起势动作做完，我们再来一遍。好，双方握拳前平举，往下来，甲乙同侧开脚，举手，举膝按，按到腹前，抱于胸前，转，重心前移，好，上步，手，搭手，好，上步，重心前落，脚尖落地，成为双捧式。下面第二组是合步四正手，乙前捧甲捋式，乙上前捧甲捋，好和举前做三圈，第一个一圈，然后再走两圈，然后再来三圈，然后换向相反的方向，一圈两圈三圈，第一组是起势到搭手，那么第二组就是合步四正手，各三圈，左右各三圈啊，这个动作全部结束啊。但是做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捧捋挤按四个方向啊，要分清啊，就四种方法要分清，主要的就是练习的手的这个
腾捋挤按啊，这四个方法。所以要做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前弓后坐啊，要把它配合好。下面我再做一遍完整的练习一下起势和合步四正手。以左脚来步，屈膝向按，抱着胸前，转身，好，把手按好，一圈，两圈，三圈，一圈，两圈，三圈，从这里下面开始接合步单推手，手向下，先向下，然后把你左手松开向下引，向前推，推过来一圈，两圈，三圈，啊，停住，好，啊，接这个单推手的时候，还是双捧式，以后双捧式的时候，以先引化我的右手，然后往前推，推到这个程度以后，你看这时候松开手，两个人同时松开手。我这个小手指头啊，外侧这个啊，掌根部上前找对方的腕关节这个地方啊，还是找这个地方，要向前推，向前推过去，你看推到对方的左肩前，然后再变，同时这两个人要同时这个手啊同时变化，啊，像那个齿轮一样咬着一样，变化要同时的，啊，一个往前推，一个向上转，哎，俩手要同时这样变化，啊，不要，哎，不要一个手动，另一个手不要动，啊，两个手同时要动，哎，这样呢才能有个转的时候才有，哎，要配合。再一个要转的是位置，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按的时候，这个手就要动，啊，往前推，推到对方的这个地方，你看。这时候才可以转，对方推的时候这个地方不能转，只有到胸前再转。在一个推手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起的时候这个手不可以这样啊，你看这个手这样不动，一个是你的方法少了，再一个很紧张，双方都很紧张，没有办法在推手的时候就没有放松的这个地方，必须要有紧有松啊！你说我按过去就要变捧式啊，再回来胸前这样子，但是在套路当中我们没有左右的这个画圈的动作，只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单手右手的是平原，左手的就是立圆啊，那么右手再换就成折叠的，所以呢我没有这个左右的练习啊。那么下面再说一下右手的单推手，完了事以后还是停到你的右侧的胸前，右侧胸前手向下踩，手向下踩，踩完以后先摆脚尖，
然后重心向前移，对方向后撤，再搭你的左手，啊，搭你的左手，搭好左手以后，啊，直接做立圆向前走，哎，这一圈从这开始，然后再提到这个地方，啊，提到这个地方转一圈，这样开始，做的时候呢比较好记。第二圈以后也是这样，第二圈再到这里，还是到这里，啊，到你的左肩前，啊，这一圈，第三圈过去，再提到这里。这是立圆的啊，因为我在这个啊推手基本功当中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单推手的一些方法啊，怎么样练习，所以在这里呢我就不详细的再介绍了。好，再看一下啊，搭好手以后啊，还是要注意搭手的这个啊，手要搭好，然后再走。你看，一圈起来，啊，这一圈就是四拍，正好这一圈。但套路当中都是运用的三圈啊，所以我们还是按圈算啊。第二圈，第三圈，起到这里。下边做一个折叠的时候，接折叠单推手，往下踩，先下踩，再摆脚尖，啊，然后重心前移，啊，再搭右手，啊，再搭右手，右手再做动作以后，再松开左手，你看，还是提到你的肩前算一圈，啊，然后第二圈。然后第三圈，好，这个折叠做第三圈的时候啊，第三圈以后就要有变化。那么前面的和我们单推手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啊。所谓的三圈啊，就是说从我的肩前，从这个胸前起了以后，再踢到我的肩前，从这开始算。第一圈要把这一圈做过来才叫第一圈，然后第二圈起来还要停到这个地方，第三圈再做完再停到你的胸前啊，这才算第三圈完成啊，第三圈完成，然后再做下面的动作。我再把第一组啊、第二组、第三组连起来做一遍，请大家看一下。提手，提膝下按，抱在胸前，转，向前，回步，圈，三圈。
圈，三圈，一，二，三。到这里，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啊，从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那么第一组称为起势，啊，第二组合步四正手，啊，那么第三组是叫合步单推手，下边第四组的时候是合步双推手。合步双推手，合步双推手和单推手的动作差不多，啊，以主手为主，但是他夹了一个手，啊，我在平时呢，我就称它为一个主手，就是动的这个手，那么副手就是后边这个，啊，辅助他，帮助他，啊，以防对方进攻，啊，防对方肘攻，啊，帮助右手呢解决一些问题。手法，那么来，下边我再做一下，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第单推手以后，第三圈停到我的胸前，啊，那么往下走，停到对方这个半圈，多走了这个半圈，停到对方这个胯前，也就停到乙的这个胯前，然后乙向前，向外引，向前推。你看，往前推，就到这里，我这个手接上来，啊，到这里，再过去，啊，到这里，称为一圈，按乙的动作来算，啊，按乙的这样来算，啊，第二圈的时候推过去，第二圈，啊，然后第三圈。第三圈停到这里，下面接立圆单推手。立圆单推手的时候，乙下踩，下踩，左手松开，哎，左脚尖外摆向前，上步，搭左手向前走，哎，一圈。两圈，三圈，啊，停到乙的左胸前，啊，然后做折叠圆，啊，做那个折叠圆，啊，乙踩手上步，做折叠，你看一下引过来，前一。二三到这三圈，啊，然后这个三圈要开始再加半圈，停到甲的这边，甲的右胯的斜前方，哎，这样停压，停到这个位置，啊，好，刚才我们一下子进了这个平原双推这一组，就是平圆、立圆、折叠，啊，这三种手法。那这三种手法呢，和单推手的手法啊，基本上差距不大，哎，只是加了一个辅助手，而且呢，双推手要比单推手动作要小一点，哎，就是这个区别而已，其他的没有别的那个太大的区别。
下面呢，我们再去做一个缠臂。第五组，双缠臂和单缠臂。缠臂的过程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对方在这个地方，我在对方的内侧，或者说我在对方的外侧，就这么一个绕臂，绕臂。单手左右绕，那俩手啊，右手向上的，你看我就下来，这样的称为单缠臂，单缠臂啊。如果说俩手同时的缠臂，你看像这种同时的叫双缠臂，同时向一个方向的称为双缠臂啊，这样称为双缠臂。搭手的时候啊，搭手的时候要注意手两个腕要稍微超过一点啊。还有一个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这个手的这种力量力度啊，不要太放松，要稍微领一点劲儿。对方有一个向外撑的，我假如说我要主动，你看我要压着他，但是对方如果不撑这个劲儿，他要跑了，那你这个动作做起来就不方便了，所以必须要对方有一个劲儿和我这个劲儿缠粘到一块儿啊，你看这个劲儿缠起来，哎，你看有动作来做啊。那对方在做的时候，哎，对方做我或者我做对方都一样，你看啊，都要一个跟住了啊，一个要缠住啊。好，我们做一下试一下，比如说。在弓步的时候，我们步法不变，先做一下手法。假如说啊，我们一个手在外侧，一个手在内侧，啊，一个手在外侧，一个手在内侧，啊、右手上下缠，你、啊、看，然后这个手上去，左右交叉，嗯、啊，哎，左右交叉，哎、啊，手在动，哎、啊，也可以跟着这个身体呢，左右的前后的这个，哎，前后的来动，你看，哎，嗯、手过，下面呢，我也可以啊，以假领劲儿，刚才是一领劲儿，那么假领劲儿的时候，哎，你可以把手转到外侧，啊，你看，换过来。你在做领劲动作，这样这个单缠臂啊，做的时候呢，可以也可以一领劲在做，也可以假领劲在做。意思是对方在进攻我的时候，对方在进攻我的时候啊，我手加快它的转换，给它改变一个方向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可以互换练习啊。然后呢还有个双手的，比如双的，哎，双手的，你看现在是这样来转啊，这样转，这是一领劲在做啊，一领劲也可以假领劲在做。那么比如说我在做，我把手放在那里啊，也可以啊。在转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两个手不要脱离，哎，要相互都有一点劲儿在里头，哎，要有一个捧劲儿在里头，哎，这样他又觉得两个手沉，啊，我们讲究松沉啊，松沉啊，这样一个做法、啊。那在做的当中呢，就说单缠臂、双缠臂可以互换练习，啊，那可以互换，啊，先缠这个也可以，先做双的也可以。在套路当中呢，只是说它规定了先做一个什么，后做一个什么，啊，
但是在我们练习当中可以这样相互的反复的多练习啊。我把套路当中再讲一下，那折叠双推手以后啊，停到了甲的胯前，停到甲的胯前，然后乙的左手上里来，你看，左手绕到右臂的内侧，你看，甲的两个臂都在外侧，两手向上，同时抬腿往前上步，一，啊，二，三，三步，啊，下面呢，该乙向前进攻也是三步，你看，一。二三停到这里，像白鹤亮翅一样，哎，动作停下，步伐向前上步，就给我们平时上步一样，抬腿上步就可以啊，抬腿向前上步就可以，稍微自然一点，但是主要的是要配合手法的啊，配合手法，配合手法的练习，手一上步那就跟上了啊！我再做一遍，请大家看一下啊，停到甲的这边以后，乙两手向内来啊，甲两手在外侧啊，两手起来，你看，一、二。三，进步，一、二、三，好，停住。这一组完整的这一组就是单缠臂、双缠臂两个动作啊，就完了。下面我们再向下走。单缠臂完了以后，下面是一个绕臂踩靠啊，做好这个动作以后啊，甲右手向左领，抄到对方的右腕下侧啊，然后乙的左手打开，甲的左手也打开，然后向上，同时抬腿，哎，向外绕，一摆步，二扣步，三起来，哎，停到这里。好，再来一遍。绕步的时候要注意啊，起来以后抬腿，第一步要摆脚，要脚上外摆。那么第二步的时候，扣脚的时候，这个步稍微错开一点。如果说对方和对方的这个距离稍微错开一点，哎，向前扣步，第三就是并步站立，站立起来就可以啊，就走了一个小弧形，那么两个人走了将近差不多要有一个圆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脚下的步伐，来试一下。嗯，好，你看右手向这抄，是乙的右手腕下侧向上，抬腿，摆脚，扣，并步，把手。下边甲向下踩对方的手，向下踩，啊，看，再来一遍，甲要向下踩。抬手的时候要注意往下，小手指啊，小手指侧上下那么一勾对方就可以，啊，你看，哎，但是不要抓住他，哎，好，再做一遍，来上下踩。这时候呢，同时要抬腿，啊，同时要抬腿。我先讲一下这个地方，同时啊，这个甲踩的时候，啊，上下踩，同时呢提膝，然后。上步放好，甲是向前，你看甲是向前，用右肩向前靠，啊，
那么通水蚁的时候呢，蚁就下来了啊，这个蚁踩下来以后，踢腿向前上步，摆脚尖，重心向前腿上压，同时身体向着转，哎，这样转。下面我坐一下，请看一下。踩，提膝，上步，脚向前靠，对，再来一遍，脚踩，同时提腿，向前上步，脚向前靠，哎，好，下面动作，啊，脚右手向上，重心向后坐。脚右手向上，抬起右脚，好，向右侧上步，同时左手从这个腰间向前推出，两手相接，在这个位置，再来一遍，从这个地方，来，从靠这个地方开始，好。手向上，重心后移，抬起腿来，撤步，推掌，好，推掌。刚才是甲主动，下面动作是乙主动，乙上下，脚手抬腿，上步，再上步，哎，站起来，就转过来了，啊，甲转过来了。下面乙踩，乙踩的时候就重复甲的动作，向下踩，同时提腿，然后上步，甲左脚尖外摆，你看向前按，啊，踩靠，啊，这是一圈。那我再讲一下这几个动作啊。第一个绕步的时候是甲绕步，你看。甲的背啊，现在对着啊。那么下边的时候，甲要绕过去，甲要绕到这边来啊，绕回来，整个的走了一个圈啊，走了这么一个圈，但是呢，它是走过来又旋回来的啊，所以步法脚底下要走一个圆形的摆扣啊。那上步以后也是。同样摆扣并啊，这几个步伐要把它做清楚。我们再来一遍，请大家看一下最前面那个大手啊，踩了以后抬腿上步，啊，扣起来，你看起来以后走推出去，以上下走的时候上下绕，绕步上步，这个上步要扣过来，你看要透过对方的这一侧，哎，不要扣得很近了，扣得很近了以后你下一个步伐不好做，哎，所以要扣过来，哎，和对方那么错开，啊，错开以后下边动作好做，你看对方一踩一提，脚落。这两个脚不要立得很近，啊，上步的时候稍微上外走一点，啊，这样子好做动作，啊，这是在练习当中经常出现的几个错误，啊，然后呢，我把前边这个动作啊重复，啊，把这个动作的从开始完整的练一遍。挑手起来，抬腿，摆脚，让步过来，啊，踩，上步，靠，一起来，啊，先上架，抬腿，推出去，啊，一绕步，步，扣，过来，一踩。
上步来脚，下面要做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踩下来以后这个手往前这么推，你看比如说什么踩下来用虎口卡着对方往前推到这个程度，哎，你说推着他啊，那甲乙动作是相同的，这是一样的。然后起的时候这个手啊往上这么挑起他来，挑起来，这一掌的意思是打对方的软肋，哎，所以你这一掌要从右肩推出，正好对方呢从后面接下来，一个防守，这两个手做的动作啊，所以做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手法，手法的变化啊。好，下面一组是合步四正手，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合步四正手呢，和前面的一起式的合步四正手动作是一样的啊。那个我先简单做一下，从套路的靠来接，从这里，好，现在甲向前上步，乙也向前上步，来上步，哎，上步这个脚啊稍微的有点，你看对方那个脚如果在我的身体这下，这个脚稍微扣得过一点，就是稍微的往前拿一点哈，哎，稍微错开一点，然后并步，哎，在这里，好，然后提你的左脚向前上步，左脚向前上步，啊，双捧式，脚尖落地，双捧式形成。甲往前向前捧啊，往前捧，急，啊，做三个，一个，两个，三个啊，放到这儿停住啊。好，我们再这样做一遍啊。到这个接手以后啊，先并步，从并步这个开始接的啊。并步接手以后，这个手在这里接，同时呢踢左脚向前上步，哎，双捧式形成啊，双捧式形成，就做了一个左手的啊，左手锁腿的啊，一圈两圈三圈，放在这儿就可以了啊。好，我再把前面完整来做一遍，提脚上步，上步，啊，扣脚，并步，啊，然后踢左脚向前上步，然后重心前移，一圈儿，两圈儿，三圈儿。下边一组呢啊，是进三退三啊，进三退二，
这样做的时候要注意几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下边是有个步伐的啊，步伐的进退。比如说我们这个步伐的时候是一个抬腿，你看一二三啊，后退的时候呢是抬后腿，是一二三，这是进三和退三。那所谓的进三退三是甲进了，那乙同时要到再退。比如说我们两个现在在做的时候，比如说我左脚在前，他也左脚在前啊，我要提前面的左腿，他就要提右腿，你看同时抬起来，你看他撤步我就进步，这算一步，再上退这算第二步，再退一步算第三步，这算三步。那如果他再进的时候呢，他如果是进三我退三的时候呢，他要抬前腿我要抬后腿，你看一二三，这样三步啊。搭手练习的时候呢，手搭上，同样的只做手不动，我们只做一下步伐啊，搭下步伐，抬腿，你看一二三啊，然后甲在退的时候，你看一二三，好，我连续做一遍，你看抬腿一二三，一二三，这三步啊，这是脚下的步伐啊。那么加上手法来做啊，手法的做法的时候就是啊，彭丽杰啊，这四种手法还是四正手的做法，但是配合步伐来做啊，配合着步伐来做，不要单独光做手法。下面呢，我配合步伐来做一遍，试一下。来，比如说我们搭手在这里，啊，你看，好，然后你看我手拖着对方的肘部往前一拖，将对方的腿一块提起来，好，然后你看，一、二、三，来，弹到这里，弹到这里。然后对方进步的时候再来啊，抬腿，你看一二三啊，再到这里啊，再抬腿，你看一二三啊，好，抬一二三啊，这称为进三和退三啊。那么进三退二，进二退三啊，这样的一个步伐呢就又换了一点啊，还是和进三退三差不多。比如说左腿在前啊，我现在先做一个进三退三的步伐，你看啊，搭手，手不动啊，只做步伐，你看抬腿，你看一二三，然后下面又有变化，他进三我退二，他抬起左脚向我的左脚外侧迈，第一步我不动，称为一步两步三步。那我在进的时候呢，他也不要动，你看一二三，他再进步一二三，你看我直接上来走，一二三，来再走，你看一二三啊，先走一个外侧的步伐是背侧的，那么第二步的时候这个脚要向里扣一点，第三步才能合过来啊，所以这个步伐要走，因为第一步是斜的啊，第二步你要如果不扣过来的话，那你第二步就那第三步就走不进去了，你看第二步上这来，第三步你就不得劲了啊，所以第二步的时候要稍微脚向内扣一点啊，这样的时候呢你做步伐好做啊。来，我再把进三退二，进二退三再做一下，搭手先做一个四正手，你看做一圈过来，第二次做半圈，
托起来走，一是个按，二是个挤，三再是个按，好，上身外上步，你看他上步我不动，这是个暗示，乙的暗示，甲的警示。好，第二步，乙变警示，甲变暗示。第三步，我回来了，哎，还是停到这里。好，再来一遍。左手的，左手的，做一个四正手，做一圈，第二圈做一半，连起来，一是个暗示，二三，好的，往外走，一二三，起来，这个地方呢正好回来的时候是右手，这个地方是右手大手。好，下面我把套路当中的完整的动作做一遍。好，合步四正手在这里，好，先往前捧，挤，合起来，一二三，进三推二，一二三，好，有一个换手，换手起来，到这里以后，乙手下来托我的肘，抬起来，乙再进三，甲退三，一二三，甲进三，乙退二，一二三，好，站起来，好的，中间有一个换手，我再讲一下，这样正的，在左手的时候，这个盘手以后，中间这儿有一个换手，手换过来，你看，正好。这个换手要多练一点，一换这手就过来，甲乙可以互换，左右换都可以，所以这个换手要中间有一个换手，中间只打一圈半，只打一圈下来就直接走了。那么前面一开始应该是打三圈半，三圈半，这样的话，前面呢一开始的时候要打三圈半，然后再进攻，甲先进，乙退，那么回来以后乙再进，甲再退，还是要回到你开始的这个位置，就开始搭手这个位置，这一组呢就算完成了。